现在记者所在位置呢，就在台湾银行总行这边，可以看见我们后方呢是已经有不少的民众在排队了。而且中正区早上的气温呢大约是15度左右，但大家呢就是不畏风寒，就是要来购买这个龙年套币。像是呢我们这位投箱的大哥呢，可是早上凌晨呢4点就来到现场，我们来听一下他怎么说。想问一下您大概几点来到现场？今天早上这么早，原因是什么？今天早上4点钟来，因为往年的这个龙年套币没有买到，那今年因为是我女儿跟我的外孙，他们都是属龙的，所以我今年要买这个套币给他们当纪念品。那可能有没有龙年的期许，方便帮我说一下？龙年是一个很吉祥的这个动物，照我们中文来讲，那希望给我们今年龙年的带来一些好，龙年行大运。而为了抢这个龙年套币呢，之前呢网络预购的部分是45万套呢，是在3小时内就完售。今天呢22号上午9点的开卖的是临柜销售的部分，也是45万套。不过呢一个人只能限购2组呢，所以呢大概这边呢被配额的部分呢是有这个998万套的。网络现场可以购买的套数，那现场呢，所以呢，大约呢不会有太多人可以购买得到，所以不少人呢是一早就来到现场呢，提早卡位，就是要来购买龙年套币。